豪宅融合艺术，可以制造独特的设计风格。由东立地产持有，位于南区寿神山道的南天地，目前已介现楼。项目包含三座洋房，实用面积4004至5132方尺。今次介绍的洋房为二号示范屋，实用面积4004方尺，连停车场、花园、泳池和天台花园。由曾规划2013年西九大戏棚的设计师林伟义和 Color Living 合作设计。设计师将艺术融入生活的这个概念带到家居之中，好像客厅那样，就以土地色为主调，加上夹纹的配合，令到这一道呈现出别具特色的视觉效果。洋房内厨房和客厅同层，设计以黑灰色为主调，有多种名牌电器配备。另外，客厅外连的花园采用鲜粉红色和蓝色的家具颜色配搭，亦设有16米泳池，私人升降机亦有独特的艺术元素。升降机长身选用 Lala Curio 的手绘墙纸，配合大自然的设计概念。一楼包括家庭厅和两间套房，选用精致艺术品和家私，营造舒服且有品味的居住空间。其中一间房以半透明玻璃扇门分隔，有别于传统以墙身划分的做法。两间套厕选用意大利品牌 Glamora 防水防霉墙纸，配合浴室需要之余，亦不失艺术品味。洗手间亦有 LED 镜柜，内置插头和镜中镜，优雅又实用。二楼全层为主人套房，步入式衣柜，连接睡房和工作室，空间贯通。主人套厕选用了深蓝色和橙啡色的这个大自然壁画设计，配以浅色黄石地板和黑色的浴室家具，展现出对比色的效果。另外，设计师亦都选用了这些金色的水龙头配置，展现了贯穿全屋的大自然设计概念。设计师亦在睡房位置加添艺术品，包括融合中西特色的手制屏风和 Lala Curio 的森林丝质艺术。双人床面对落地玻璃窗，瞭望寿神山的开阳景色。最后，项目亦包括天台花园和私人停车场，并设有电动供电设备，适合各款电动车使用。